Hello，今日咧禁室咧，因为两个大人物咧都有事，一个咧不，佢妈咪病咗，一个贵体为和，一个咧公司有急事，所以咧唔能够嚟，就请咗啊萧公子咧，请咗嚟呢个臭猫帮手，替公子替公，咁诶今晚咧一样系 live， 呢个禁室咧一样 live， 禁室一样做，系就。唔斷嘅，每個話題咁好玩，點可以？呢個話題咧就點解會咁樣講咧？個題目咧就叫做政客就要政治家。點解會咁開個題目咧？有原因，因為咧上週咧末代港督咧就彭定康，係喎，肥彭旋風式集講啊，就話就嚟翻咗嚟香港咧，大約做咗兩個演講會，演講會冇錯。咁咧有啲人咧就認為呢個係政客，有人话呢个政治家，即系点解会人话佢政客咧咁有趣咧？系政客，咁啊而家所以今晚咧就讲讲政客同政治家有咩分别咧？嗯哼，喺香港有冇边啲政治家咧？有冇政客咧？或者政客都不如咧？我世界上边啲人肯定有，政治家通常系有个即系褒义喺度噶，即系有少少正面啲嘅讲法。你诶，萧公子啊，讲讲政客同政治家。是什麼兩回事呢？嗯，政客呢，你混在那個政壇裡面，多數都可以叫政客的啦。不是政棍啊。政棍就更加等而下之啦。政客一般的啫，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啊，即是高低之分。但是反過來，政治家呢，通常呢，就大家會有一個稍微正面的評價。是。即起碼會有一些即是建樹啊，理想啊，對嘛。所謂抱負啊。英文呢，它叫做 statement。statesman 同埋 politician 啊 ，politician 咧就係政客，政客冇錯啦。咁所以但凡從政，你就難免會係 politician， 即係政治，即係政客，政客先，政客先。咁如果話政棍嘅，等而下之添啦，即係嗰個就係混飯食嘅，即係等於光棍，嗱類似或者咧神棍，有棍字咧就即係廣東人啲啊點啊點食啦啊食啦！上次啊次官嗰啲廣東俗語嗰個用法好巧妙，一字之差就差天共地噶啦。啱啊，你講得完全啱。最等而下之就政棍，但係講到政治家，又的而且確肥棒又算係政客定政治家咧。咁啊，有好多講法。咁要睇下佢個界定點樣樣界定一個 statesman。嗯哼。咁一個 statesman 咧，要求嚴啲嘅咧，政治家政治家要求啲嚴啲咧，就佢一定有理想嘅。嗯哼。理想咧兼咧係人民咧為先。即係當地嘅人民為先，咁譬如甘地咧就一定係 statesman 啦。咁因為咧佢由南非開始咧，去到一路至到翻印度啊，做咗一個咁樣嘅不合作運動，其實革命嘅。係冇錯。咁啊，將印度咧結束英國殖民，結束英國殖民地最大嘅抗議咧就係抵抗咧就係佢將呢個印度啊，同埋嗰陣時嘅巴基斯坦啊，同埋周邊嘅地方，即係而家 Bangladesh 咁樣嘅地方，就成為咗咧英國喺亞洲啊，直情亞洲啊，南亞大陸咧嘅基地啊，佢係做咗佢嘅 empire 嘅一份，所以叫做咧英國女王個阿爺啊，開始英國女王嗰個太祖維多利亞女王。都是呢 Emperor of the Indian, of India. Indian Empire. Indian Empire. 是有个是个大帝 British Empire 其实没有印度这个印度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很惨的。那么将这个全部革了过来革命了过来。那么这个是有理想有一个。即是个建国理想肯定。是有一个有一个政治理想先。呢啲咧就喺嚴格嚟講咧就係政治家。咁唔係嘅咧，冇呢個理想咧，都係政客啫。Politician 即係玩政治手段嘅。從政啦嚇。從政或者玩政治手段嘅人。咁啊，譬如最有拗撬咧，就講緊咧丘吉爾啦。丘吉爾好多人認為佢係政治家。
但有啲人话佢系政客，有咁嘅讲法，因为的而且个丘吉尔就即系现代人就可能唔系好习惯当时英国佬啲绅士制度如何，佢跳槽都跳得几紧要嘅，系啊系啊，即系佢唔同党派之间跳来跳去嘅，系啊系啊，佢、最初参过军，系啊，打唔死，打唔死啊，打唔死嘅，咁亦喺國會裏邊做過軍隊裏邊嘅大臣，海軍大臣嘛，海軍大臣，咁啊爆咗大鑊，海軍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戰，係啊係啊係喺土耳其嗰度，係啊，咁但係咧，準備仗，但咧唔緊要，後邊咧佢又上翻嚟，啊又沉完又起翻，仲轉旗個，啊早轉好傳奇嘅，咁但係咧佢呢個人咧就真係好聰明，喺政壇上咧，喺英國政壇上咧就最初咧就几上几落咧，就可以吃得开啊！吃得开又视乎睇下点睇嗱。当时佢跳来跳去咧，但系有一样个主轴系冇变嘅，咁、所以变咗有好多人话都系政客，所以政治家嗱呢度变咗一个历史评价就好大分，即系好大分别。故之然佢跳来跳去，你可以话佢从来未人对任何党派效忠过，你可以咁讲。系嗱，调翻转头有一样嘢，佢的而且极死，你即系死命效忠咧大英帝国啊嘛。一定系好少口。咁你咩党？佢当军出身，咁所以变咗佢效忠大英帝国呢，完全冇变过。咁但系另一样亦都系完全冇变过嘅咧，就系后人都有褒有贬啦。系啊，就系话佢系一个好战之豪。哦，系啊，鹰派到极嘅，嗱、亦都即系话佢自细喺南非参军嗰、那个即系屠肉嗰下嘢好出名啦吓、后来仲即系大言不惭啊，出咗本书就叫做《给将军们的忠谷》，系、当时佢只不过兵仔嚟嘅，都官仔咧，又官仔啦，又兵仔，叫做英雄出咗线，啊官仔啦，但系未人升到。即将军级数，出咗本咁嘅书叫《给将军们的忠告》。咁当时英国政坛已经极为轰动噶啦。系啊。咁啊，但系有一样真系佢完全冇变过，就所谓好战或者鹰派啦，唔讲咪好战啦。咁啊，当初即系所谓爆大镬啦，就系话佢真系涉到位上，因为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嘛。所谓国家用人之际，任何人都上，尤其是鹰派好明显啦。咁、所以呢个年少英雄嘅丘吉尔咧，就被委以重任，啊，变咗海军大臣。而当时最头痛一下嘢咧，就系佢主攻，即系搏命去进攻嘅轴心国咧，就不遗余力。而其中最大嘅冒险嗰着咧，就系派当时都唔系科技好先进嘅海军陆战队，就强攻呢个土耳其嘅要塞。系啊，咁嗰下死咗数以十万人，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如果睇呢个所谓西部战士啲所谓战壕咁嘅，即系所谓血肉磨坊啦吓，大家经常就见到嗰个战役嘅啫。嗯，绝大部分都忘记咗，就丘吉尔即系希望突围去呢个土耳其，选兵之将数以十万下嘅。咁跟住佢俾人炖冬菇啦，唔想问阿贵啦。炖冬菇啊，咁又跌又上翻嚟。但跟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上翻嚟，点解咧？因为两个战争中间咧，你都记得当时欧洲主和主战、都好大分歧噶嘛、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人冧楼，同埋完咗之后咧，呢个条约咧系啦。凡尔赛条约咧，就对德国啦，德国咧极极为苛刻，咁啊，即系恰到佢咧，即系上心口。咁啊，呢个咧引致到咧希特拉崛起咧，同埋德国人咧，即系右派整体崛起，整体系，同埋咧德国人咧嘅一种咧复仇之心，复仇心理，就搞到咧就英国咧嗰、那个。另外一个嗰阵时嘅首相，咁张伯伦，张伯伦啊，呢个咧历史谋下一个臭名又系惨啦咧。呢个绅士咧，你唔知点褒点贬啊？而家的而且确系贬嘅多，贬就多啦，因为佢揸把遮，好绅士，好绅士。咁啊，落恶棍和谈啊，唔落雨都揸把遮嘅，即系稳阵到咁嘅，啊稳阵佬系好稳阵嘅，揸把遮已经表达到佢嗰个心态啦嘛。佢唔落雨揸俾遮，即系佢预备落雨噶嘛。咁啊，呢个张伯伦咧，去到同呢啲大鳄咧，希特拉呢啲与虎谋皮啊，差唔多啦。而家你差唔多啲人咧，讲翻佢咧就系当佢与虎谋皮。咁佢出心咧一定系好嘅，即系和平啊嘛，唔好打啦。的而且确打完一次大战，死伤无数之后咧，就正就系话斋，当时。那個政壇咧兩個極端嘅，主和主戰，
你即係陰晴不定。咁、但係丘吉爾係由頭到尾冇變過，冇變過，一定要打鷹派，一定要打。啊、就總之對住啲右翼啊、惡棍啊、獨裁者，佢就係要打。張伯倫咧就認為佢把口咧噏得掂。佢始終假設人有理性，呢個好攞命啦。佢呢個英國人咧，英國紳士，紳士，佢假設人會有理性，佢認為德國人，德國人更有理性。點解咧？因為德國出最多哲學家，由衛心為物都係佢出嘅。咁佢認為咧，德國佬咧一定會聽佢啱，理性解決問題啊嘛。奈何咧，佢唔。希特拉就唔同你理性，希特拉最紧要就系报仇。希特拉就唔同话唔理嗱，理性分层次嘅，系咧分层次，佢嗰系机械式咧野兽式嘅理性，佢会好计算点样食咗你，系点解要食你咧？就好似史官话斋，因为佢系仇恨主导，仇恨主导，佢仇恨主导系爱心主导，即系话佢系工具理性嘅手段好理性，即系你睇佢后来杀犹太人几咁有系统，有系统有最初几咁 efficient， 你睇到噶啦，屈你先。慢慢咧，逐步去食你吓。系啊，呢个咧香港都见啊，逐步逐步嚟，使到你咧心态，使到你诶变成众矢之的过街老鼠。嗯哼，咁诶个个得而诛之，你就唔到你咧啲人系啦，杀犹太人啫，大家都德国佬都冇同情心啊。冇噶，冇噶，冇噶，完全冇。咁所以点解啊？头先次官讲嗰个层次就好紧要啦，即系话。张伯伦，你话佢系政治家定政客咧？丘吉尔，你话佢政治家定政客咧？嗱，一个主和，一个主战，你就总唔能够假设阿张伯伦一定系错噶嘛？系啊，主和你通常都唔会死在边度，嗱，尤其是左派，尤其是左派最中意主和噶啦，啊，人系理性系包容嘅，乜都讲得。但系佢咧喺呢个政治手段后咧个。就是因為咧太過信任咗呢啲右派，同埋信任咗咧希特拉呢啲認為有理性，咁咧就中正計，人哋拖一拖你咧，你就喊冷唔知點算，一進攻波蘭，你嗰陣時就啞曬口，當堂咧，哎呀，手足無措直頭，都唔知點要落台啦，手足無措啊，直情要落台啦，打上嚟，原來咧你唔夠人哋。預備了咁多年的功力，處心積慮人哋，一嚟砌咧就砌死你啊！係啊，所以變咗政客同政治家咧，史官講嘅層次就係呢樣嘢。因為政治家咧就唔單止淨係理性咁簡單。嗯，我諗咧，如果你比較嗰啲所謂品評人物嚟計咧，佢個洞悉力係啊，遠見好緊要，即係佢睇唔睇得穿某啲嘢先。係誒，仲要睇穿咗之後咧，仲要識點樣應付。嗯，有好多咧睇穿咗咧。就只係講得出嚟啫，或者分析分出嚟，係啦，好似我哋咁樣樣咧，得把口嘅啫。但實際上咧，要佢去做咧，就未必做到，因為一個好嘅政治家咧，或者好嘅政客咧，政治家呢個層面已經要噶啦，就係咧，佢要能殺人就能救人喎。呢個高難度啦，係啊，呢個比較難，即係政治手段嘅問題啦。咁能殺人者咧，即話咧，佢夠膽拍心口咧，係開戰，或者打，咁未必贏嘅喎，個個都打打仗呢樣嘢咧，冇錯，兵空戰危，戰者就空也，即必定咧有死傷，咁一定係自己啲子弟死傷嘅。咁死咗傷咧就冇命賠，啲命啊得一條啫。我係為國捐軀嘅咋呢啲嚇。咁正唔正路咧？就是後人評論啫，即係嗰個年代、嗰個時代，佢死咗咧，好多阿媽咧就唔開心噶啦，就當叫做炮灰啊嘛，話知你咧，歷來都唔開心噶啦，問你有冇意義咁解嘅啫。咁你點樣樣咧去確定你嗰個信心？呢場仗能打人救人，而能又要殺人喎。救人意思即係話咧，你可能咧。凡打仗必定杀人噶啦，走唔甩噶啦。咁你要可能因为咁嘅牺牲咧，就救到班其他人喎。系啦，咁下一代喎。判断就高难度啦。咁所以点解话政治家而成讲话政治家难揾咧？就唔系净系讲打仗咁极端。你净系谂下有啲嘢，你撑定唔撑，去马定唔去马啦？呢啲所谓手腕嘅嘢，又或者你谈判啲讨价还价嘅嘢，咁的而且确需要一定嘅政治技术噶。系啊。咁所以唔系净系话分析性。即係正確咁簡單，得把口講嘅冇用，佢要識做嘅。講嘅全世界都有，咁所以變咗就話你政棍就等於下次唔使諗啦。政棍咧，政客你喺嗰個圈子混飯食，你走唔甩㗎啦。政治家就難度高啦。係啊，政治家仲要再分層次嘅。係啊，冇錯。政棍咧就好容易揾到嘅啫。點解咧？揾到佢一樣嘢知㗎啦。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私人利益、或者一个私人党里面的利益、他群人的利益、都是私利来的、这个呢利益为行先呢，这些多数是政棍、政治家都有为自己的党或者为自己行先、但呢政治家呢就多了一样东西、他有睿智、即是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分得到混得到、他都有手段、还有呢、他有的时候做的事呢，我们说正邪难分啊，系啊，有时好难，呢样难度高啊，真系要经过几百年。一讲直手段嘅时候话咧，真系好难水清清嘅。即系我觉得咧，譬如好高明嘅政治家咧，如果喺古代咧，就曹操咧，就真系好聪明正噶。这个咧喺正史上，喺《三国演义》上一定系将佢咧贬咗为一个奸臣啦，但实际上咧，正史上咧睇呢个曹操，三国志啦，你讲正史啦吓、正史里边咧，佢系一个咧好叻嘅人嚟嘅、处理政治咧管理啊嗰啲咧，系一个好有才智嘅人，咁、兼且咧文学又好，文学修养相当好嘅，咁呢个人咧就系、一个好的古代的、政治家、但是说他是一个、政客呢又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在前半段呢是 为私利的为自己建立起自己的、当时乱世嘛、他又不能够就是说经营、即是你不能够没有班底，你又不能够冇战斗力、你又不能够冇粮草，你又不能够冇地盘咧，咁、即系乱世里边就成日讲会出枭雄，咁、即系其实深敲咧，如果即使你戴个所谓有色眼镜嚟睇曹操先算啦吓、以佢嘅所谓抱负，因为一匡天下，天下太平嗰只吓，总之要治乱世，咁啊不择手段吓、然之后啲手段。有幾到位嘅，的而且確可以平定群雄嘅喎。咁從呢啲角度嚟睇的話，啲標準嚟睇的話咧，即係深敲咧，枭雄都是一個好嘅政治家嚟嘅。一定係做得好嘅枭雄人。亂世係出枭雄嘅啦，正常啊。譬如咧，正史裏邊嘅劉備咧，又未必好似《三國演義》裏邊嘅人咁樣。神武，一個得個喊字啫。因為我早先咧，祖宗都係咁講。咁咧，佢嘅政治手段一樣同曹操咁拉渣嘅喎，另外一种啊嘛，另外一种就叫做心地黑，一种叫面皮厚。李宗唔写厚黑，学啲大成战胜战师，就写着呢两个人啦。刘备啊，就面皮厚，曹操咧心地黑。问题佢嗱，我唔同睇法啦。问题就是如果以厚黑学嗰个评论，即系越旦人物嚟计咧，就刘备高一级噶嘛？点解咧？佢厚而嚟坚啊嘛，系厚嚟黑而嚟亮、啊，即系黑心令啊，黑到仁义喎，令黑到令，你觉得有光环？即系我哋而家仲要出光环，有黑心都嚟，啲手段令到你觉得佢有光环，咁就唔高咯。咁所以乜曹操咧就真小人。呢、這个投俾咧就叫伪君子，咁啊伪君子可能咧伪几代嘅，三代啦，系啊，伪完咪佢嘅细路啊，而系佢俾人呃，可以呃人三代啊，咁就唔止呃到而家仲有人受困嘅，啊咁啊得啦，咁啊呃几千年，桃园结义可以讲得佢大英雄嘅，呃两千年，咁啊真系历史唔易读噶啦，唔易读，咁啊唔容易教啊，咁呢个咧就又引致到有呢本演义嘅书咧，演义就借咗呢个当时嘅形势咧，就变成一个咧咁样咁好睇嘅演义故事，流传咗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好。咁但系对于呢个所谓政治家，中外都有比较啦。喺中外有比较啊。近代中国有冇政治家可以咧似样啲嘅咧？好多人咧就话，好多人就话呢个周恩来政治家。周恩来咁周恩来政治家呢、那个角度点睇咧？好总理啦，就算唔算政治家咧？咁、度高喎、啊。好多角度睇嘅，正话都讲咗咧，唔同角度有唔同嘅睇法。佢算唔算枭雄先？都系乱世出啦。乱世咧就出枭雄，咁唔死得就系枭雄噶啦，死咗咧就唔系枭雄。但系佢
受制于毛主席啊嘛，嗱，即系忠臣就肯定嘅呢、這个，大家知道。咁啊，有个角度睇咧、嗯，就呢个人物咧，佢治国咧，的确有佢一套本领嘅，唔系咁容易一个草创，由最早咧革命、嗯，一路至到草创一个共和国咧、嗯，中间咧好多崎岖，咁、嗯、要遇上咧一个咁嘅领袖人物。呢、這個咁嘅呢個毛澤東啊，真係唔係人咁品嘅，神級神級噶嘛！佢真係咧，佢控制到大局之餘咧，即係佢去殺人救人咧，就佢、是、一念之差啫噃，係、嗯、嘛？咁、嗯、但係你在佢身邊咧，就算你係佢嘅最得力助手，嗯、你其實咧都岌岌可危嘅。你唔知边单嘢，所谓伴君如伴虎，系咯，呢只唔知虎啊，呢只恐龙嚟噶嘛？咁、啊、你点知几时发威，几时降？天威难测，系好、啊、难，即真系啫。讲中晒啦，呢只一个开国嘅缘分，开国嘅一个香中国里边咧，真系冇一个开国元首咧，系、嗯、诶。威醒过佢，所以佢嗰首词咧都讲到咧，唐宗宋祖啊，呢、這个稍逊风骚，呢个成吉思汗咧只识弯弓射大雕，系嘛？咁但系呢个咁嘅人咧，你喺佢后隔篱，你真系咧要系一个好嘅里边嘅党里边嘅政治家，党外嘅政治家。都有少少外交可以讲，外交咧就、啊、直情就系佢系政治家，系肯定系，因为咧、毛泽东系土炮嚟嘅，佢未出过国，佢又唔识，又唔识英文，又唔识法文，都唔识，乜都唔识，吓佢咧系一个土包子，但系佢熟读中国啲书、哦，系啊系啊，佢、啊、最紧要熟读呢个叫做《资治通鉴》，系，哇呢本嘢好嘢噶，即系本来咧好多书嘅、哦，嗱《资治》啦。紅樓啦，係。另外仲有就係、是，如果冇記錯，《三國演義》啊，呢、這個實熟嘅，實熟嘅。啊，容齋隨筆啊，咁呢啲咧書佢真係好熟。嗯，人性咧就睇得好透。係啦。全個政治個形勢咧，又猜測得好好。嗯哼。又識掌握形勢，又識製造形勢，即係呢幾樣嘢咧係佢嘅長處特點。嗯咁、嗯嗯、但係你咧，你做輔助佢嘅人咧。你真係咧要係一個好嘅政治人物，手腕要好啦。咁本身就難處就喺呢度啦。咁嘅情況底下，周恩來叫一個好管家啦嚇、啊，差唔多、啊、開國輔助開國嘅功臣啦。咁佢又算唔算政治家咧？咁比較起上嚟，真係咁啊！政治家又要從另一個角度講、嗯，即係佢咧要喺形勢上咧。透佢有一個上高嘅呢個毛澤東喺度，係、嗯、一個壓力嚟嘅。其實、嗯嗯、有陣時咧，做呢個金位咧，有啲嘢又唔敢揸曬主意，唔、嗯、匯報個中央咧，咁可能自己犯下錯誤。嗯、匯報個中央咧，又可能做唔成。係啊，所以呢個尷尬嘅位置手政治手法啦，政治手段。咁變咗你同呢、這個即係同期啦，同丘吉爾啊嗰啲，你其實好難比較。丘吉爾真係可以。自己即係做咗個局面出嚟喎，嗱都是。雖然上面有個皇帝，嗱嗰個虛君嚟啫，虛君嚟㗎嘛，虛君嚟啫，嗰啲冇所謂嘅。係啊，聽曬你噏㗎啦，唔聽咁咪冇得做添，冇結緊啊。冇咁，所以變咗個虛君嚟咁，所以真真正正話到事嗰個丘吉爾肯定係啊。咁你個將來咧話曬事咧，未必一定咧，你話得曬所有事、嗯。就算你國務院嘅事咧，我睇咧。好多嘢都要中央岌咗頭，唔止佢一個人話事啊嘛，因為唔止啊嘛，集體領導啊嘛嗰陣時啊，哇！咁其實最後咧都有老毛拍板，老毛拍板噶嘛。咁啊，當然呢啲咧又要識運用到嗰個形勢，嗯，運用到嗰啲平衡，
系，但系深刻啦，即系读历史，你又读得多过我啦，肯定。唔敢唔敢唔敢。感觉系乜家科咧？就感觉系中国好难出到政治家。系啊，呢个咧，我哋今日咧都要讲呢个题目。咁所以你话周恩来一个即系个引子，但系倒数翻转头啊，嗱，历代你话好嘅所谓政治家，真系好难数到。第一，你系咪有好下场已经好难计啦？多数都系悲剧英雄啦。第二，即系你话真系话得到事，即系可以即系影响到局面嘅。好似唔系净系佢自己话得晒事嗰只嚟噶喎。系啊，因为咧，中国咧始终咧系有一个咧，专制社会嘅个文化系个底子啊。呢个专制社会咧，由汉朝建立咗之后咧，秦朝建立啊，汉朝固定之后啦，固定佢咧变成咧呢个儒家，借咗儒家嘅一个咧哲学嚟到做一个。政治穩定的 ideology 意識形態，但是呢一路落嚟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心態，人民又是官員又是，連那些獨裁者啲君王都是，就要專君，一定要忠，一定要忠，個忠字呢就真是考起了，好高難度啊，呢個好高難度。如果你唔忠于佢咧，佢大条道理锯你喎，诛九族添，系唔知锯你，仲咧诛锯埋你九族，锯埋你九族咧不得已，仲要咧同你全个灭种，咁你咧谂下咧嗰个上即系呢个压力几大咧？咁啊唯一一个可以做政治家嘅咧，就系、是、个。掌握了全部權力的皇帝，當然呢有皇帝呢他下放權力的，比很多宰相少咯，唐朝防謀杜斷那隻有少咯，現在我們叫 交出權力來 dedication，但亦都有一個好過癮嘅現象啦，唐朝例外啊，差唔多唐朝可能因為唐朝鬼子都咪有一個皇帝得嘅，其他都唔得噶。但其他嗰啲有好多都係起尾住個，搞到死就走狗烹噶咯喎，好多係噶喎。劉備咧最出名啦，唔係劉邦最出名啦，係咪先？劉備都有少少，劉邦咧劉邦最明顯啦。因為咧劉邦開國功臣有邊個有好下場嘅？唔會有嘅。唔知佢後來咧。玩到即係用咗自己嘅老婆出嚟出面，嗰個女后出面咧，咁咧女后咧就係一個未讀過書嘅鄉下婆嚟啫嘛，咁啊俾佢揸權力好危險嘅，咁但係都要揾佢出嚟，因為我想保住個江山嘛，咁啊女后嘅天下嘛，留點知個女后想整下啲想自己啲兄弟做啊嘛，咁啊呢個後來嘅事啊，即係我講咧就算是政治家好叻，陣間咧，好叻嘅軍事家，譬如咧，政治家咧有張良啊，張良係咪一個政家咧？我認為都係，但咧你制住喺劉備手下咧，你都幾難發揮。而中國有好多文人咧，嗰個志向啊，似乎中意學呢、這個，一係就中意學張良，一係就中意學諸葛亮。咁你軍事家咧，你亦係咧做發唔到圍，一發圍咧打仗嗰時候，你同佢打天下嘅時候咧，就真係鬼度叫佢契爺得。一打完天下咧。你真系做契弟啊！鋸嚟噶啦嘛，即最快有權啊嘛，系啊，冇錯。韓信咪就有好例子啦。咁所以話難得呢個所謂宋朝嘅杯酒釋兵權就唔多噶啦，已經，但都係叫起尾柱啊嘛。驚住起尾柱，即係唯一例外之外，係得唐太宗噶啦，真係。好啲，因為咧佢有一個制度咧，就是、信嗰個諫官啊。呢、這個魏呢、這個有魏徵嘅。嘅呢個佢都想殺魏徵一次噶啦，收尾忍住啫。咁佢老婆夠惡啊，係啊，冇錯。咁呢個第一夫人威啲，因為凡係呢啲咁樣嘅君王咧，一踩著佢條尾咧，就唔調氣唔強噶啦。
咁所以點解就係話奇怪啲文人唔係冇讀書㗎？你記得呢個分析係邊個最先出嘅咧？知唔知韓非子咯？係韓非子講咗啦。人主家有逆鱗啊嘛，你唔可得噶嘛。批逆鱗，你都寫過呢本書啊嗱，好老實啊，你都寫過呢本書啊。寫過呢本《小寶神功》裏邊就係點笑月，你嘅點死月，點仲笑月就乜都得，點仲死月就批逆鱗。我寫過喺另外一本取世金鐘罩嚟都講過，凡係老細咧就必有一個，即係等條龍啊，即係佢比例一條龍。呢個龍咧就喺個頸度咧有一塊鱗，嗰塊鱗咧就唔順生嘅，就倒轉生嘅，即係好似啲手指甲咁樣，有倒刺，有倒刺啊！呢樣嘢咧你千祈唔好鬥落去，掂中就死啦！一掂中佢個死穴嗰個逆鱗咧。咁咧个皇帝就好调戏唔顺，佢又会谂起另外一句啊，就是、我系天子，你系神，做乜你嚟批我咧？咁佢唔记得咗最初佢设立呢个谏官就系佢自己做嘅，约制自己咁谂出，好过瘾一样嘢。你中你我最紧要你带住我啊，老实纠正我嘅错误。系啊，系啊，以为而家第六中全会里边都习核心都有讲呢句啊。唉，讲啊，讲。最紧要你就系、是。俾一個好嘅意見，我要聽從你下面嘅意見啦。且先幾年一講乜家伙憲政即死曬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一個最簡單嘅比較咧。咁所以史官先寫咗幾本書睇過曬，我係小影迷嚟嚇睇過曬。咁最大的感受係乜家伙啊？你比較翻鬼佬嗰套，同埋中國嗰套。原本你可以话唔系相差咁大，嗱鬼佬都一样噶，君权神授啊嘛，上帝叫我做皇帝噶嘛，你唔好同我嘈，即系朕即天下一样噶。但去到后来咧，即系好似你话虚君嗰个结果系点嚟嘅咧，就开始大家明白一样嘢，系要约制个君权啊嘛。嗱咁所以其实点解话唐太宗就叫做做得好啲咧？咁起码佢都冇杀到啲谏官啦。谏官概念乜家伙咧？就是、約制佢自己私人啲脾氣噶嘛。咁所以但凡有約制嘅軍權的話咧，相對就開明噶，啲人才就蒲到出嚟噶。咁但係呢個都係政治家，呢、這個係、就是、政治嚟。咁所以變咗就係佢諗到呢一套嘢，佢叻。咁問題係即係起碼唔需要即係死人冧樓，皇帝頭都斬埋先整啲咁嘅所謂約制自己嘅概念出嚟啊。但係中國嘅文化裏邊咧，咁啊始官冇講錯，自從秦漢開始咧，一直都係你個秩序就是由皇帝排最顶噶嘛，天子嚟噶嘛，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噶嘛。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变咗成个社会咧，基本上啲人个心理上咧，系冇人够胆好似你头先话斋，冇人可以扫个逆鳞噶，冇人够掹老虎扫噶，冇人够搣屁老虎屁股噶。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嗰个所谓君权冇约制咧，咁你人才点发挥咧？呢个好明显嘅呢个，呢个咧就因为咧呢个基本啊。我哋话咧叫结构上嘅一个缺陷。结构上嘅缺陷咧就好难咧。你点样样医咧都医唔到原来呢个咁样嘅问题啊嘛。喺最深嘅核心咧，坐喺嗰度。咁所以点解就系话嗱，跳跳少少话题就话，当你讲中西比较嘅时候咧，而家热门话题。就是、中史的問題啦，係啊，點解你會發覺中國歷史個寫法鋪排咧？即係就算你《資治通鑑》都係噶，你都係皇權做核心噶嘛？係啊，一定要啊，一定係咁噶。咁即係話自細啲讀書人，如果係讀傳統中國歷史個鋪排嘅文章，即係浸淫長大的話咧，你自然心裏邊嗰套咧就係儒家嗰套秦漢以來忠君愛國循規蹈矩。即係極其量做個所謂諫官，忠心你唔會做到一個好似丘吉爾咁樣嘅所謂總理出嚟噶。咁佢嗰個忠一個忠字咧，就係、是、捧起咗呢個皇帝嗰個皇權嗰個最重要嘅根據啦。即係唔止係個皇權施行落嚟，佢、有一個天子嘅威信，而係咧。我哋成日講冇奴隸就冇奴隸主噶啦，係冇錯。佢最後呢啲人甘心去做皇帝，甘心去做神、都一套價值觀嘅問題啦。一套價值觀嚟嘅，佢係各人係認為自己做神。咁啊，喺清朝咧就如果係。佢個同族咧，滿洲族係叫埋奴才添，唔止係漢人奴才嘅資格都冇，漢人奴才都要係啊，都要做神嘅。咁啊變咗咧，你甘心做奴隸，
甘心呢是服从于这个这样的制度底下，这个鲁迅有讲的呢、啊，即是做奴隶而不得是最惨的。我现在想做奴隶做奴隶做不到。好多人争着做。争着做。是啊。咁呢个呢因为你是做緊奴隶呢、嗯、其实做奴隶就冇所谓政治家啦。是啊。呢、這个呢就是你心理上阉割咗嘛。点做政治家呢因为呢你想你想为。硬不起来。哎你想为呢、這个人民谋一个福利。天下着想点呢但你不准作反、啊嗯、但作反这样子很主观的好攞命的、哦、这些东西、啊、这样才惨、啊嗯、我想所有有作为的人都不会说都不会喜欢说自己是不是作反的是的问题是站在主子、嗯、或者主子身边的奴才眼中你不跟他们那套玩就叫作反的嘛是除非你呢又要将他改名、嗯、改名呢他就不是皇帝了他是毒夫毒夫呢、嗯即係而家就叫做獨裁者咧、嗯，或者係唔好再唔好聽咧，就係、是、一言堂咧，佢話曬事咧，而家話嗰啲事咧就唔係利益人民咧、嗯，為咗自己私利享樂咧、嗯，所以咧你睇下當年啊朱呢個由夏商周開始，朱嗰啲咁樣嘅暴君、嗯，末代皇帝夏商周末代皇帝。嗯嗰幾條罪咧係好過癮喎！而家睇翻，係咩咧？鹹濕，佢原來寵愛嗰啲女人啊，會喜啊、坦忌啊呢啲啊，因為佢咧鹹濕咧就將鹹濕即係朝綱大亂啊，擴充到去另外一個層面咧，就叫酒池肉林啦，即係成日即係個人道德問題，係啦。即系而家个中纪委讲紧呢个所谓风气问题，系啊，风气问题一样，佢冇讲到佢个制度做得唔好啊，啊个人风气又系啊，风有问题，咸湿啊呢度有，嗯，而且咧就以乱朝纲、啊，咁咧咁咧就要诛啦，人人得而诛之啊，即系光家老鼠啦，系啦、啊，咁、啊、你又睇下咧，呢、這个譬如话去到漢朝咁、嗯，漢朝嘅淪亡咁就因為咧，去到東漢，這個西漢先，呢、西漢咧就俾阿王莽散咗佢，咁啊呢個咧先賴咗個王莽先呢、這個衰啊，呢、這個有衰做國舅，啊做國丈衰格，謀朝散位啊嘛，唔識用中國呢個倫理觀，嗯。居然掠人皇帝，啊！谋朝篡位改叫新朝，新朝。第二呢皇帝无能，唔系无能咩啊？历史上成啲皇帝无能咧，因为佢太细，咁佢梗无能啦。佢 B B 仔都仲有开朗裤嘅啫。系啊，咁引致到嗰啲皇亲国戚咧贪心，干净成日讲外戚，干净干净干净。咁于是乎咧，俾人散咗位。咩秦朝咁？秦朝篡位咧，因为你暴烈喎，同埋咧你里边搞出两个人咧，成日谂住大家互相争权喎。呢啲啊李斯啊，赵高啊，啊，所以指鹿为马有呢啲故事。咁但系咧，始终咧就系一句问题讲晒，就系咧皇帝唔掂，衰格，贱格，咸湿，无能。甚至有阵时唔系无能，系细个，细个都系罪，咁细个都系罪，鬼叫你细啊！佢冇资格坐个位啊嘛。咁然后咧就得不配位啊嘛，就系呢样嘢啊。后来咧就赖咗你咧，就咩咧？赖咗你嗰啲外戚，贪心。唉，宦官又赖，宦官又衰格。但你等翻佢出段代史咧，你当朝未必咁写噶。系咯，后来下一朝嘅史官就。改翻你上一朝，你就好過癮啦！中國人好過癮呢樣嘢嚟噶，就歷史咧係好主觀嘅，就是、你每一個朝代自己嘅記錄咧、居然係由下一個朝代照計係謀朝篡位嗰條友，指派一個新嘅史官出嚟，就改咗你個舊史，咁、所以舊朝嘅史咧就只係叫史稿嘅啫。清朝一个清史稿，上次都讲过啦。清朝嘅清史稿，但清朝真系冇皇帝啊嘛，史官都冇鬼咗。于是乎，清史你当都系边一套
寫嘅清史先叫正式清史咧，而家眾說紛紜幾個版本。咁所以你要睇好過癮嘅，就臨尾睇調翻轉嚟睇知咩事啦。喺清史稿裏邊咧，梗係話孫中山係壞人噶嘛。梗要咧，孫賊下邊寫個文字噶嘛，逆賊謀反咁樣噶嘛。咁但係調翻轉嚟睇下，佢講唔總唔會話自己滿洲啲皇帝係壞人噶喎。但係一轉咗手咧，你又數到佢七彩啦。就中曬阿次官頭先講嘅嘢啦，皇帝年紀細都係死罪，例如咁呢個阿溥儀末代皇帝，係、啊、如果呢、這個呢、啊這個光緒咧唔死咧，就有排玩落。光緒又神仔威啊嘛，亦都話佢又要俾個太后德不配位啊嘛，又話佢又俾太后玩曬，咁就外戚乾淨，太后乾淨啊，諸如此類，就仲要爆埋個李蓮英出嚟，係因為有太后寵信，咁所以基本上係差唔多對號入座噶，咁所以次官講非常真嘅，歷代以來咧係差唔多照抄個版係完全冇創意噶，即係如果你做編劇的話，你都悶到發咗癲。點解中國啲歷史學家係咁冇創意，永遠係抄翻同一個結局出嚟？總之皇朝末年就一定係呢幾個死罪。咁、你睇下点会 有所谓现代嘅所谓、政治家呢？系个政治家其实呢，佢想显现佢咩嘅威力呢？佢喺咁样嘅原本呢、這个原个原底基础上呢、已经呢有问题㗎啦，即係连学识本身都受限制。是啊，咁啊，佢點做政治家咧？的確係喎，阿次官你講起係真，因為其中一個的而且確有一個字自己講翻嘅。英國嘅政治家，主要喺大學裏邊主修係乜家科？就係政治，係人民科學嚟嗰個人噶。文學都顧之然啦，係個人修養問題。但係讀歷史，歷史係哲學嘅，歷史呢下有緊要。歷史咧就係一個咧最好教材嚟噶嘛？最好教材。你作為政治家，你唔能夠唔熟讀歷史。問題就係你讀歷史真定假嘅問題啦。同人識唔識洞悉睇到？咁所以咧，近代嘅政治家，咧都係喺西方嘅。呢個西方咧就因為咧喺十九世紀可以打咗好嘅基礎。這個咧Enlightenment 呢、這個啟蒙，啟蒙時代，十八世紀開始啟蒙，reasoning，即係呢個理性時代，已經咧知道咗咧呢個所謂政治啊，係做一件咩嘢嘅事，係啊，咁因而咧就變成咧有啲人出嚟，佢真係咧用呢啲理論咧去實踐，咁啊有政治家啦。但政治家都要從有個土壤俾佢哋成長。正話你講咧，都要從唔同角度去講喎。評價你咩角度？譬如話為呢、這個大英帝國嘅利益，咁可能咧呢、這個丘吉爾就係一個好嘅政治家。但係咧，如果你從香港人睇咧，就揾笨喎呢個，因為咧丘吉爾咧就係、一早話咗，喺佢。佢有正話，你話洞悉先機啊！喺未打完仗，知道自己個形勢都贏噶啦。佢就已經諗住咧，香港唔歸還中國噶喎。嚇、啊，立翻噶啦，係立翻噶咯。唔同蔣介石講數噶啦，冇數講喎。即使你嘅蔣介石登咗綠，扯一支中華民國旗喺香港中環，青天白旗，青白旗，照趕你都傻，照趕下國一嚟咧就趕你噶啦。係啊，佢預咗噶啦，預咗。英國收翻都係一種洞悉嘅能力嚟噶嘛？洞悉能力嘅，佢知道就係話，當你一打敗日本仔嘅時候，你 friend 都冇得做噶嘛？睇準啦，石實起你未住，睇準你嘅，睇又睇準你咧。政呢、這個政治家嘅政治嘅洞察同埋觀察力好嘢，佢知道咧，你掛住打內戰就唔掛呢個咁細嘅香港，你睇唔出嘅，你睇唔出呢個地方，睇得出啊嘛？佢睇出呢個地方咧，將來喺唔係五十年啊？呢幾十年或一百年裏面咧有利用價值，係絕對有利用價值。咁啊，因而咧一定要保留翻嗰個咁嘅咁細嘅地方。呢個丘吉爾嘅政治天才係眼光，眼光嚟嘅，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就熟讀歷史，佢個浸淫嗰個培養嗰個土壤，出到呢啲咁嘅人物，都唔係淨係佢一個嘅故之言。咁所以你發覺真係好過癮一樣嘢。啱啱頭先講到啟蒙啊，諸如此類咧，其實所謂啟蒙咧，你所謂問係服啲乜嘢嘢咧，其實係服翻希臘
嗰個年代個民主意識啊嘛，好慣呢樣嘢。咁所以你就算係嗱東西啊物換星移都係咁上下年代啦，春秋戰國，嗯、你都係類似咁樣嘅，所以民本啊，唔好話民主啦嚇、嗯，但係國以民為本啊啲思想都係嗰陣時都好澎湃，即係好多種諗法㗎、嗯。就算有啲好死左膠嘅墨子嗰啲都有㗎，係咪先？係咁，即係其實思想好解放㗎嘛，啲係博愛啊！但點解中國又經過秦漢之後，一直都唔會再有土壤重新發芽？啊，調翻轉頭，西方居然喺一個戰亂嘅環境底下，去到十七世紀會有一個啟蒙，將呢啲古老嘅所謂啊，即係概念冚唪唥掘翻曬出嚟咧。呢個好值得研究呢啲就好多人都研究呢、這個咧問題咧。比較複雜。嗯。咁解咧？因為咧，呢度咧有宗教嘅問題。嗯、因为呢、這个基督教呢即是耶教呢在这个西欧、欧洲、其实主要是欧洲、欧、嗯、洲里面呢它能够掌握的势力呢政教合一、而呢能够控制到的政治和宗教的合一甚至乎呢个教呢是比政呢更高更高级的嘛更高级添。即系换句话讲咧，君权要神授啊嘛，你冇宗教祝福，你唔做皇帝。兼且咧，你嗰、那个执行嘅制度，其实咧最后基本法有基本法噶、最后基本法就系圣经，本圣经咯，嗰本圣经，嗰、那个嗰本圣经由教皇传释嘅，教会传释、教会、教会其实最后咧喺天主教喺嗰个教皇为主啦，为主。佢嚟佢班教父嚟傳承，咁、你咧就冇一個中肯嘅，因為佢多數係為佢嘅利益、所以後來咧有政治，有政治嘅改革，亦有宗教改革，有宗教嘅革命。當年咧喺1054係嘛？已經有啲主教條氣唔順咧，整、散咗出去做東正教啦、但係到咗十五世紀咧，就呢馬丁路德咧同呢個Kevin 咧、就散出另外一個新教出去，咁啊、有亦有咧英國條氣唔順嘅，個直頭亨利就唔鬼理呢個自己做自己做教宗，你結吉我唔俾我換老婆咩？我做咁我自己做埋咯，咁但係呢啲限令咧係後來影響到咧。一個啟蒙運動，係啊，因為咧啲壓迫力咁大，個、黑嗰、那個你叫做 Black Age， 即係黑暗時代啦。黑暗時代，黑暗時代所謂黑暗咧，唔係淨係政治黑暗，宗教都黑暗，思想都好黑暗嘅。思想黑暗，好好周街都覺得有女巫㗎。係啊，有獨周街都有撒旦，一定獨裁喎。點解唔獨裁咧？因為你排貪啊。嗯，因為你宗教排貪，你呢個宗教係絕對排他㗎嘛。一排他即系话一定要我啱晒、其他容纳到少少都唔得、因为咧其他就叫意见。系啊，咁所以变咗黑暗时代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嚟噶。即系如果你话中国嗰啲所谓战乱啊、混乱啊、改朝换代叫黑暗的话咧、你远不及欧洲嗰啲。嗰啲真黑暗。问题人喺咁黑暗嘅压迫同埋清洗嘅情况底下，居然调翻转头绝处逢生咧，你就古希腊嗰啲咁嘅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又喺嗰度发芽翻。因为咧未试过，因为真系要去到绝路。是好絕咯，係極絕咯。毛澤東講咧，冇大破就冇大立，冇大立。破立咧互為關係，好哲學嘅一樣嘢。係一定要有大破，就只有大立。這個一定係當時咧發動起咧呢個中世紀嘅哲學嘅思潮。就因為咧真係禁制得好犀利，而且咧人嘅思潮咧。越嚟越係受到咧科學啊嘅人諗嘢嘅方法啊，同埋科學嘅發現咧影響，引致到咧好多證據出嚟咧，原來係覺得好荒謬嘅、政治同埋宗教都好荒謬。另外一種所謂大破之後大立，都係次官嗰個講法，但係有啲。起碼讀開中史嗰陣好唔舒服嘅心，玻璃心砰一聲碎曬。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歐洲之所以破得咁緊要咧，出現咗另一種空間，
就類似戰國時間啦、嗯。你群龍無首，嗱、你四分五裂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話好 PK 嘅，好差嘅，啊，好慘嘅。但有空間喺度啊嘛，就是、你有一套學説，你有一種本事，呢、個地方擺你唔落嘅，此處不留人，外地就揾食。咁、所以當時歐洲出現咗嘅情況就好似你話齋，例如話啲科學家。年金術士啦，例如都有啦，或者觀星啊、睇星象嗰啲，或者尤其是創造戰爭武器嗰啲啦嚇，即係呢啲科學家就其實可以周圍走噶。咁、然之後呢個皇帝唔拜佢咧，佢去周第二度揾食，又有嗱呢、這個情況好似戰國噶，係冇錯。咁就點解就係話，如果東西對比物換星，就點解中國戰國時間咁多思想爆發出嚟咧？嗰陣時都記得噶啦、你可以啊周圍去做客卿噶嘛、總之呢度唔拜我，第二度揾食噶啦嘛，冇所謂效忠唔效忠噶。楚國人可以走去秦國打翻楚國都冇所謂呢樣嘢。咁、變咗就係話你有本事，你出到位。咁你一套學説有人 buy， 咁有市場空間。咁、所以其中講法就歐洲正正就係因為所謂大破咁緊要，係冇咗一種中央統一壓迫嘅，即係冇大一統嘅概念。雖然有宗教壓迫，但係你呢個宗教壓迫我啫，我真係第二個宗教咩？係啊，走人咯，走人咯。嗱，咁所以變咗就係歐洲當時係真係所謂黑暗到呢個地步咧，反而有個生機。就因為你冇咗一個所謂中央集權，你冇掟走嗰種啊。即係天下一個共主嗰只、就冇咗呢樣嘢。咁、所以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正正因為歐洲當時就真係咁死亂，所以反而思想可以得到自由。嗱、呢個好好嘅吊軌呢下嘢。咁、所以喺呢個土壤裏邊，你咪做就咗個政治家嗰、那個，所以即係培養嘅基礎咯、因為你要有本事，你先可以做到政治家噶嘛呢下嘢。呢、這個咧、你講呢個仲有一個咧原因嘅、因為咧呢、因為嗰、那個羅馬帝國咧，其實咧做咗一個好好嘅基礎啊。你走咧，中國咧。名山大川，哇！你由湖南走去河北都幾辛苦，要渡江又要行咁多。但系咧，羅馬咧同佢做咗多路嘅。係呢、這個歐洲咧已經好早咧呢、這個道路網咧係好早咧。條條大路通羅馬係真嘅。係係啊，唔係一個講法，係真嘅事實嚟嘅。兼且咧，佢水路咧喺嗰個呢、這個。地中海咧，亦可能咧可以去到好多地方沿途。咁呢個引致到一樣嘢咧，好重要，就是、通商。呢、個咧通商嘅關係咧，人可以自由流動。係啦，呢、個通商咧引致到咧後邊資本主義嘅萌芽興起。咁啊，因為咧冇通商咧，或者將個商咧，好似中國人咁樣咧，擺成為咧士農工底下嘅一個咧，佢雖然。佢雖然冇一個好似印度咁樣嘅種姓制度啊，但咧佢有職業上嘅歧視喎、啊，職業歧視啊嘛，係啊，職業上歧視喎、啊，你份人牟利啊你，咁啊以讀書人視為中士農啊，農啊耕田佬嘅喎，係啊，工咧就小工藝嘅喎，忠厚老實啊嘛，係啊，工咧。唔係大型工廠，而家我哋話工人作反應工喎，係小工業手藝喎，係、做下衫啊，做下鞋啊，做下工箭啊。佢都話你不務正業㗎。係啊，工嘅喎，始終擺喺農後啊。咁所以你秦朝開始，你咪就係、商嘅總結。秦朝就係工農兵咯，就係呢只嘢嘅其實。咁啊，商咧就仲係等而下之，因為咧你啊淨係商。就係、是、即做生意謀利啫、你睇得個錢鬼先大。但呢個都係秦漢之後先咁慢慢定落嘅。嗱，如果你記得，即使到秦朝先算啦、你富可敵國嗰班友都係好高地位噶嘛。因為有商業嘅，你吕不韦都係做商人出身嘅啫。但係咧，中國咧就打擊呢個商人咧不遺餘力嘅。係啦，後來變咗大一統之後，好明顯嘅呢、這個。咁你睇下咧，中國嘅歷史咧。你細個嗰時讀嗰啲歷史，你就知噶啦。一路講緊咧，都唔係講緊，除咗秦漢，即係之前啊，係講緊有幾個商人，但係都未必講到佢咁巴閉。但後來咧，唔會講商人嘅，冇啊。范蠡去到咧已經好巴閉噶啦，已經好叻噶啦，自己嚇即係陶朱公啫，再做商發一達。咁你後邊咧，你睇下晉朝。
所捧起嗰扎咧，系唔能咧就叫做名士啊？哦，系，即系你老清流，系萧公子呢扎，梗唔系，系一介商人。呢个咧就系竹林七贤啦。咁冇错啦，系啦，世外高人就成，世外高人，然后就受捧，系啊，有社会地位。系啊，到咗咧呢个后边唐朝，你而家睇下有冇捧嘅边个商人咧？好少，冇噶，冇噶，冇噶。最紧要捧嗰啲系叫诗人。都有文學家啊，都有文學家或者詩人咧，作詩人。但係佢學而優則仕噶嘛，調翻轉嚟寫書寫得好過做官嘅喎。咁佢唔係商人嚟嘅喎，官太白唔係喎，官本位啊，冇錯啦。再去唐宋，宋咧又開始有商，但係咧商人都係唔係捧得好犀利，捧嘅仍然係作詞嘅詞家，或者甚至乎咧畫家，皇帝畫畫畫得好，皇帝都中意嚇，皇帝中意咁你元明清更加。冇啊！你情愿咧打得就捧你喎，都还可以。即系你有还可以话打得武术家仲有得喎，军事家又得喎，唉咧你唔见有咩商人。其实就唔系冇啊，即系你唔可以正史里边写咁多啦。科举你转故之前会有啦，野史就社会多啲少少。系咁，所以就算你去到清朝末年，都有个胡雪岩。到后来咧，后来清朝咧，嚟接。嘢都唔呢个下半橛咋，唔系上半橛啦，都唔系正史写嘅，系野史写，野史而家故事写嘅啫，写胡雪岩咧故事啊，都系咁，所以咧你睇到咧，所谓士农工商有个商业上身份嘅歧视嘅，系咁，所以变咗就系话你将啲人咁嚟分咗等级，同埋歧视咗之后咧，有好多人才就出唔到身，出唔到嚟啊！咁所以变咗就系话你大一统呢种思维价值底下咧，出唔到政治家，政治家咧就肯定有噶啦，政治家出唔到咧，佢冇办法一个独立人格啊嘛，系佢冇可能嘅呢样嘢，即系等于话你胡雪岩先算啦，一介商人出身，但系佢周旋列国啊，讲国际贷款条款嗰啲，都系政治家要做嘅嘢嚟噶，系啊。又或者佢搞掂咗太平天国嗰班友仔，令到佢哋啊就和平撤出啊，即系又睇翻作反制度呢啲啊，有嘢睇噶。你咪睇翻作反嗰人啦，譬如太平天国，你正话讲，系咯，呢个绝对唔系政治家喎，啊肯定唔系，因为呢啲流寇嚟，洪秀全就好简单，为咗一个目的，就系佢想做皇帝啊嘛，作反啫嘛，佢想做皇帝啊，系啊，唔係因為佢係就要做皇帝咯。佢話佢借助神權嚟做皇帝啊嘛。拜耶穌、拜天父，佢係天聽呢個天父。咁同當時呢個白蓮教咪一模一樣嘅，咁啊邪教嚟嘅。咁極嗱，我邪唔邪咁講？極邪兩個流寇。做皇帝就好開心啦。所以嗰陣時呢個清朝咧，就叫做長毛賊啊嘛。賊咯，啊賊嚟噶嘛。咁啊，係咪一個為咗人改變成個社會？有呢個咁嘅抱負嘅人，試過有一輪咧，共產黨啲宣傳片就好神化啦，呢班友仔嘅，係因為咧反作反嘅加英雄啊嘛，係因為咧有個重要原因，因為參加裏邊呢個洪秀全嘅太平呢個軍隊咧，好多係農民嚟嘅，係冇做農民起義咯，就呢樣嘢。咁咧就歸為農民起義，咁即包括李自成都係農民起義喎，係啊，王朝都係喎。一半一半，李自成就肯定系，李自成都系农民，咁啊变咗咧，可以借呢个日农民呢两个字咧，捧翻自己，无产阶级啊嘛，成日讲，系唔系又同呢个士农工商咧，因为中国冇所谓商，冇所谓工嘅，我哋农民出身叫做，因为你正直安，你嗰个系咯，你嗰个工业革命唔喺你呢度发生啊嘛。你冇工人噶嘛？你資本主義唔喺嗰度生根啦。資本唔係生根噶嘛？個工人冇，你既冇工業革命，又冇資本主義，咁你工商肯定自然唔會成為主力噶啦。係啊，個工咧就冚唪係小工藝嘅工，就唔係話馬克思諗住嗰個工，馬克思諗住個工咧就係大規模生產工廠嚟嘅，增冇得工廠式嗰種組織嚟噶。因為你有需要咁大嘅工業生產，於是乎你要請一大扎人力，組織方式 manpower。咁咪但係咧，你喺小工業裏邊咧就唔需要咁多 manpower 喎，自己顧自己嘅啫嘛。係，你搞得掂，你做嗰啲衫就得噶啦。
做到鞋就得噶啦，唔需要咁多。咁變咗就係話，你其中政治家要求做一樣嘢，你就話要社會個動員能力的話咧，就好似喺嗰種士農工商咁割裂嘅社會底下，咁小農嘅社會底下，你不可能即係培育到啲人咁有眼光咁嘅技巧。係啊，唔係呢個技，唔係我講俾啲人聽，用小農社會咧，其實唔單止小農嘅。工业都是小工，工业都是吓，商业都是小商，佢唔俾你做大啊嘛，佢做唔到大嘅，只有咧就系、是、士人咧、嗯、就俾佢绑高啊、嗯，叫高嘅地位啫，其实佢都系细嘅，都系细，点解咧？因为咧你唔能够好似西方咁样，嗯、你嗰、那个士人嘅谂法、嗯、传播到咧成为一个咧知識形態唔同之前呢樣嘢，因為犯咗個逆論大忌啦。士人唔係唔想做呢樣嘢，好自然會做噶。問題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就叫你拉幫結黨噶啦嘛，又係謀反嚟嘅呢個。呢、這個咧就你揾啲志同道合嘅人傾下偈，佢話你拉幫結黨噶啦。中國咧咁多次結黨咧，阿中林黨啊咩嗰啲咧，唉，唐朝牛李黨爭一樣，全部牛李黨呢啲鹹冷咧。唔成功，兼咧害国祸国。嗱，变咗呢样嘢又原案嚟嘅，点解咧？嗱，因为如果你俾翻调翻转俾鬼佬睇，佢未必定会咁讲嘅。一、嗯、你自己会有个组织出嚟，好正常嘅、嗯。你组织同组织之间唔妥，嗯、又好正常噶。咁、嗯、问题系你改朝换代断代史，佢实话你拉帮结党，同、嗯、皇帝过唔去啊嘛。啊，嗱，咁就变咗就咁，你系好攞命呢下嘢，耗损咗咧国力。佢话你内耗。好啦，今日咧讲讲咁多先啦，系，总之持股啲书记得睇下，唔讲笑。下次再倾下。哦，OK， 拜拜。